是来了，川哥，可以吗？没事，他只是受了惊吓，给他喝点水。嗯，好，行了。你干嘛做的豆腐啊？哎呀，没事，是川哥救了你，要不然你小命可就呜呼了。 我刚刚不是在骑马吗？我怎么会在这儿？傻丫头，要是再晚一点，马跑到树林里，那可是要命的事儿。那后来嘞？后来当然是川哥救了你啊。对。可是我刚刚做了一个梦啊，我梦到我进了一个森林，里面有很多的妖怪，有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跑来救我哎。<笑>谢谢。 我骑的是黑马，骑白马的那个是穆老师。<笑><笑>对对对，是我，没事了，姑娘。啊。当我离 看故乡的时候，亲人啊，亲人，两眼泪汪汪。哎，穆老师，这首歌也是王洛宾创作的吗？切，这是一首地道的维吾尔族歌曲。哎，我现在听所有的新疆歌曲都好像是王洛宾写的。<笑>哪是啊？新疆歌曲那么多。 王洛宾就写过那么几首，好不好？哎，不是说好了不许攻击王洛宾吗？我没有攻击啊，我说的是事实哎。哎呦，我们的山茶花好像对王洛宾有成见呀、啊？不是成见，是意见。为什么？哎，算了算了，我不想说，不要扫大家的兴。没事，说嘛，我也听到了一些有关王洛宾的负面报道。 这不就是王洛宾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吗？不是啦，你再听听看是谁唱的。邓丽君喽。对，你也太聪明了吧。那又怎么样？听得出来，他跟王洛宾的版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吗？所以呢？ 你想，如果是王洛宾创作改编的，那邓丽君怎么会这样唱？这个很正常嘛。詹姆斯不是以前也说过，这首歌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教学课程呢。不是，这首歌呢是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就已经传到台湾了。你的意思是，这个歌？ 本来是一首民歌，王洛宾在创作他的同时，这首歌早就已经传到台湾去了，所以它并不是王洛宾创作的。对。哎，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应该可以和他们好好讲一讲。可是我不敢跟他们说。有什么关系？那我去跟他们讲。太好了，我
我就知道你最冤最难人了。这算什么呀？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比这厉害事儿可多了。是吗？那你说来听听啊。哎，等一下吧，先跟他们说去。塔里木之歌是我跟王洛宾学的，王洛宾又是跟一个维吾尔族长者学的。咱们去过那个采石场，你们都知道吧？嗯嗯。王洛宾的命运在那儿又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您是？这是南疆军区的左政委，是特地来接王洛宾的。报告首长，王洛宾是我们监区的一名囚犯，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好，我收新疆军区首长之命，前来接王洛宾到喀什去，他在喀什也可以服刑吧？哎，王洛宾到底因为什么入狱？入狱了多久？还有那个左政委，他又是谁啊？王洛宾的罪名是。 御驾不归，被军法处判了2年的劳役。那个左政委呢？和南疆军分区的一位主要领导，他非常赏识王洛宾的音乐才华，他把王洛宾接到了喀什，保护了起来，以便他在服刑期间继续他的音乐创作。不管怎么说呀，他只是个音乐工作者，我们不能像一般战士去要求他呀。 是啊，您说的这些，我充分认同。这个王洛宾，当时可是我招进来的，我也不愿意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他毕竟是触犯了军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是个逃兵啊。嗨，这个罪名啊，太大了。他是个音乐家。 只要不逃离中国，就不算逃兵；只要不逃离音乐，就不算逃兵。您这话呀，可真让我有点为难了。咱们两个谁能更改军法处的判决呀？我们为什么要更改呀？我们只是给他换了个地方去服刑，在那个采石场和在喀什有什么区别呀？啊，2年刑期一满，不就完事儿了吗？ 喀什，那可是紧邻边境的敏感地区啊！他又不是敌特分子，边境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了，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左政委，跟您说句实话吧，王洛宾呢，就是判了2年，刑满之后呢，我们还是打算重新启用他的，你。 这不是跟我抢人吗？哎呀，我就是要逼你说出这句话来，啊！此时不抢，待等何时呀？等他刑期满了，哪有我的份儿啊？哎呀，老左呀，看来你是啊，釜底抽薪。不对，趁火打劫呀！哎呀，哎，放这个人才，你们不用。 还不许我忙里偷闲用他几天？
我看左政委今天你是志在必得呀。哎呀，我也实话告诉你吧，我给司令员已经打过招呼了，今天呀，你是给也得要给，不给也得要给。好，你今天是有备而来，我可是仓促应战，打不过你，我认输，我认输。好好好好好好，等有时间到了喀什，我盛情款待，我准保呀，让王洛宾给你多唱几首新歌。你呀。怎么回事啊？阿斯拉姆莱克姆江德赞，瓦莱克姆阿斯拉姆布拉姆，开来开来，不，确实要我做特拉卡布罗。哎，你们现在下布拉姆，阿杜勒高德，马哈鲁尼克，阿查克，布苏德，特别克马勒呢，别个有点些，阿马勒姆看马米夏的，阿克特拉高德布拉姆。首长，他的马已经死了，他的这些货物还需要急送出去。这样吧，把他的车拴在我们的车后面。阿哥，把车马先的不是亚丹克来了，马先那阿哥过去来了，阿罗尼带的。是那可是，不拦的不拦。不拦的，大哥不拦的。Rahmat, Rahmat。来，帮着把车拉过去。哎呀。哎，老人家，您就别动了，让年轻人来干啊！来，来，来，好好好，来，来，快！这位大叔，你好。我怎么听着这首维吾尔族的歌曲当中有汉族的曲风呢？我感谢你们行家。嗯，这个歌嘛，广西年前还是多台佛里面出来的歌。光绪年间，他是还是多台佛？多台佛，难怪。所以我现在感觉在这片土地上，维吾尔族啊，尤其是跟汉族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这个差异越来越小了，是不是？你说啥？就是维吾尔族啊，跟汉族之间的这个差异啊，是不是越来越小了？哎，你外来的人不知道呢。嗯，有差别。嗯，你我讲的就不一样。我的有胡子，你的没有胡子吗，小伙子？哎呀，你看，你看，我说的你还是没明白。就我说的意思呢，是这个，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一直在融合着。你的小子，对，对，对，是不是经常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经常互相帮助？那汉族维族的呢，都是新疆人嘛。我帮你的忙，你帮我的忙嘛！哎，小伙子，这样子嘛。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大家既陌生又熟悉的王洛宾。大家熟悉的是他的音乐，陌生的是他这个人的长相。不过呀，他今天啊，就是我们南疆军区的人了。在音乐方面，他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老师。王洛宾，
那我现在还是个罪人呢。你这个傻家伙，我把你当贵宾，哎，你当众拆我的台呀你！这我说的是实话呀。你知道，除了你的音乐，我呀就喜欢你这个实在劲儿。 我说，班大叔，我们的音乐家到你们这儿来采风，你就拿这些老旧乐器来糊弄我们呀？哎，这些乐器给了我们几十年了，小三年了。哎，你看看你们那拨片，再看看那旋钮，还一边弹一边还调着音儿，哎呀，这能弹出咱们维吾尔族人的好曲子吗？你咋能这样小孩子呢？因为我们老人嘛，有书，亲友的嘛。 啊，你一个木头拿来，我们马上老人弹一弹，木头里面形容出来呢，不是开玩笑。托尔班大叔，你就会吹牛呀你啊！哎，我就不信拿一批新乐器，还比不了你们这些乐器的声音好听啊！哪个地方新的乐器有呢？没有。哎呀，小伙子们，上！哎。 班大叔，好听不好听？当然好听，服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这啥呢？班大叔，为什么不服气啊？那个新的乐器嘛，如果在外面树上起来的嘛，比他们那个声音嘛，比他们的好听。哎呦，知道不知道？啊，班大叔，是骡子是马？ 咱们拉出来溜一溜，啊！小啥？我说呀，把这批新乐器给大叔们，让你们来弹，怎么样？啊？好，好，来，小伙子们，太要了嘛！给大叔们，看你七里十八个呢，看。 咱们的乐队跳舞的，哎呀，还是让咱们的音乐家给咱们打个分儿。好，好，好，好。嗯，新乐器，无论是从音色上、音准上、做工上，肯定要好过老乐器。但是对于一首乐曲最重要的表达情感和表现力上，我们的年轻人还是不如库尔班大叔们。 哦，差在哪儿啊？差在哪儿啊？乐力固然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用手，而大叔们在用心。嗯，肯定是我说的。哎，那，他这个你讲的明白说了吧？哎，山竹小伙子，好，我的心里的话嘛，你说出来了，热闹死了。
谢谢呢，小伙子。两个东西如果在一起的话，就太好了，太好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的队，你们的队，一起弹拉打吹，太好了。哎呀，科尔班大叔，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哎呀，这批新乐器啊，我就送给你们了。啊，马木子，跟这边，马大爷，你得晓得，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不要后悔。哎呀，咱们拉钩，拉钩啊！拉。这就是王洛宾的音乐土壤，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王洛宾感受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氛围。正是这样的民族文化的融合。才让王洛宾在他的音乐中发现了人类所共有的情感表述。哇哇，莫老师啊，你上次说过那首《塔林木之歌》不是王洛宾创作的，而是一首维吾尔族的民歌。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他们说这首歌的作者叫斯堪德尔·塞伊普拉。这是怎么回事？这首歌是我放、这个你误会了，是王洛宾第一次在采石场听到了这首歌。这后面还有一个故事呢。王洛宾出狱以后，他也打听到了《塔里木之歌》的作者是斯堪德尔·塞伊普拉。为了这首歌，他专门找到了斯堪德尔·塞伊普拉老师。主要就是节奏问题。这节奏啊，也有快的地方，也有慢的地方啊。你们要把握好这个节奏，而且每次练的时候，师傅找谁呀、麻烦问您一下，这个斯坎德尔老师在吗？老师，有人找你。你这个老同志，从那么远的地方骑自行车过来找我，就是为了那首歌吗？对我来说，那不仅仅是一首歌，我觉得它更像是用音乐和歌词在讲述的一个故事。而真正吸引我的是这首歌背后的东西。就凭你这句话，还有你的年龄，你应该是我的老师。骡子大了值钱，人大了就不值钱了。你这个老同志，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啊！老师好。我觉得这个老师啊，不一定非得按年龄来论。这个事情你知道，而我不知道，那你就是老师。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我们说说那首歌吧，咱们新疆的民歌真正动人的地方。就是它的故事性和叙事性。没有人就没有故事，没有故事，哪来的音乐？说得好，看来我没有白来啊。那是什么当初激发了你的灵感，让你创作了这首歌呢？你这个老同志真会提问题。说实在的。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故事。来，我抽一根，边抽边聊。啊，好。哎，你不抽烟？我不会吸烟。你这个老同志，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一包烟能够让我学到新的东西，划算吗？不说这些了，说说你那个动人的故事。这首歌里的故事很传奇，也很离奇，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追姑娘，姑娘不答应，给他提出了几乎不能完成的难题。倒完了，你喝的水我给你留着呢，这是给树喝的。哎，咱们树苗没了，很重吗？整整1000棵，够数了。我那工钱，没有工钱啊？没有工钱？哦。马，你牵走吧。马给我。对。哎，挺好。喂，你吃什么？我走路。走路？去哪儿？去接我的姑娘。姑娘？你种这些树，就是为了她？对。当我把这片沙洲变成绿洲的时候，就是她愿意嫁给我的时候。就为这个？对。工钱不欠你的，我得走了。珍珠保佑你，朋友。喂，要走好远的。对，我要把她接过来，我让她亲眼看到这片沙洲变成了绿洲。我要在这盖房子，我要跟他生活在一起，这是我的家。再见。就是我的家，我要跟着你。你这个八郎子。看路，看路，快看！
真实的吗？好，我无从考证。不过这样的故事在新疆比比皆是。啊，太神奇了！只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才会出现这样神奇的音乐。这不是神奇，这是生活。别落什么东西啊！没有没有，来来来，哎不不不，穆老师穆老师，怎么能让您动手呢？我们来就行了。哎呀，搬件行李累不着我。那也不行，您现在是我们团队里面的大熊猫，我们要重点爱护您呢。你胡说什么呢？穆老师是我们团队的灵魂，我们得加倍尊重。是，我不会说话，那个我就是这个意思。那川，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好不好？好，好。嗯，那就看时间，看时间。好，嗯，穆老师再见。看时间。哎，你说山茶花怎么回事啊？搞什么鬼啊？把人都呼上房车了。这两天他都神经兮兮的，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哎，你说会不会是他跟川哥谈恋爱呢？不会吧，他那么挑剔，能看上我哥？你可别掉以轻心，我跟你说，你没看见他们两个最近总是找机会脱团吗？没事，等有空了我直接问问我哥。你可跟川哥说清楚了，山茶花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别让他把川哥给让进去了。没那么严重吧？你又神经过敏了？怎么能是我神经过敏呢？我跟你讲，咱们可是有历史的教训的。什么教训啊？我看你呢，就是一个人开车闲得无聊，想找我聊天是吧？你臭德行，你不也一个人的吗？我给你排解寂寞，你应该感谢我吧。行了行了，想说什么就说吧。你净给我打岔，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历史的教训。对对对，你想一想啊，啊，一开始他把詹姆斯抢走了，气得你够呛吧？再后来又差点把我和汤姆搅黄了，然后他又杀到我们家去了，认我妈为干妈，这无形当中搅和我们家。现在可倒好，他又把川儿哥哥绑架了。这以后发展下去可了得！哎呀，你看你说话总是那么难听，什么叫绑架呀？我说的是精神绑架。真是的，没看现在川哥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吗？这要是以后发展下去，他嫁到你们家去，有你这小姑子好受的。不是，你笑什么呀？这很严重、很严肃的事儿。嗯，行了行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嗯，专心开车。我还没说重点呢。还没说重点呢，我还想听音乐呢。哎，你说他们这会儿在房车上捣什么鬼呢？那么多人都在车上呢，又不是只有他们俩，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啊？哎，你要是好奇的话，不如你把车开上去看看。嘿，我说你没一个正经的，出了事儿你就傻了。行，这么着吧，拜拜，拜拜。哎，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听我说，听我说一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哦，我要给你们听一首歌，你们一定要专心的听哦，知道吗？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是有一些不同，对吧，詹姆斯？山茶话你别说话。Kim Allah'a şükür. Ağırla benim maşına pitik kılıp bazı otalma adı da ayağıdım. Bir yerden kılıp baş maşında bir tatile çıkarsan oldu de. Şaşırmalar. Şönmü dolu mu beni gibi mi? Tim bu da o. Ni hui jiang han yu. Ni que ting bu dong wei wan yu ma? Hey, wei wan yu ting bu da o. Min bu shi e duo si zu ma? Ao, ta zhen ru shi e guo ren. Bu shi e guo ren, shi e duo si zu, xin jiang ren. Ai, bu. Sha qing guang?我的车被限住了，能不能帮个忙？哎，这点小事。明天，来下车，我用你的车给他拖一下。我们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行。别废话了，哎，你上车吧。系安全带。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北京。来旅游的？嗯，就算是吧。我是辆卡车，你的车能拉得动吗？我的车可是四轮驱动的。你以前给别人拉过车，好像你的车上没有救援绳啊。你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啊？我还一个问题都没问你呢。我叫阿里木，是卡车司机，卡车是我自己的，平时跑一些长途运输。家里有爸爸妈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哎，你平常话也这么多吗？对，从小爸妈就说我的话太多，所以让我干了个各级运输，这样我待在他们的身边的时间会少一点，他们的耳朵也会清静一点。你呢，倒是够坦白，净说实话。为什么不说实话？有什么好隐瞒的？哎，你们这是去什么地方啊？我们现在呢，帮你去拖车，然后我们要去喀什。卡什，太好了，我可以为你们做向导，我就是卡什的。真的太巧了，你是喀什人啊？对，地地道道，原汁原味，原生态。我觉得你可以去说相声。哎，喀什人都像你这样吗？还是因为你的汉语太好了？又或者是你平常一个人呢，开车太寂寞了，好不容易逮着一个人能够跟你聊天，你就拉着我一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说。哎，看来我们俩是同类。你的话比我还多哎，还真是啊，我平常话也没这么多的，我觉得可能是被你传染了。这种东西也能传染吗？我是感冒还是病菌呢？你这人说话真逗，好像从来不懂得什么叫陌生啊。哎，前面路小心点，这个路不好走，别再把你陷进去了，我们全完了。哎，你的普通话说得真好，是自己学的吗？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娜宁。车上有铁锹吗？有吗？车后面。你去拿，詹姆斯，帮我搬一下石头。